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des。好，这一张全新的船匠 L 二，利布利安、卡昆萨跟洛吉，这一次的话，就打算跟好友借来用一用啦，因为自己本身没抽到嘛。嘛，那个新的保底卡机还不错啦。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其他注目啊来讲的话，还是可以稍微下一点点手啦。嘛嘛嘛。OK， 那么这一张卡的话是跟群里面的好友借的啦，目前就他没抽到的话就没办法，还好，欧神就是欧神，一定会抽到，而且已经开了两路，抽少少就有两路，斯巴达西，哇，这个超级无敌长的被动，越来越长了，近期的被动，官方放出来的图还没什么感觉，在游戏内实体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长到爆。自身登场时队伍内除了自身外，大会出场者类别的我方两体以上时限定一次登场动画演出，一回合内隶属器役、宿属器役、体属器役转换成技属器役，然后三回合内自身气力加三，然后自身气力加三攻防 122% 提升，力气役转技气役，这是一定的，然后中确力宿或体气役转成技气役，应该说两个气役都有机会中确力这样子，然后攻击时血量 66% 以上的场合必定追加攻击，高确率必杀发动，然后敌人或者除了自身外的攻击参加中了，宇宙生存篇类别的角色存在时必定追加攻击，超高确率必杀发动，也就是说有四发必杀的可能性在单回合内，然后取得属性气力两个以上，气力再加二，攻击时攻防 122% 提升，受到的伤害 22% 减伤，这么样子，然后取得两颗气力，每取得两颗气力彗星加 22%， 最大 66%， 六颗气力取得就可以了，然后巨大化也是蛮简单的，血量 66% 以下，愿望之力存在的时候就可以发动，或者战斗开始6回合后就可以发动两回合巨大化嘛。然后这一张的话潜能目前是连击跟回避啦，主连击副回避，或者就是主回避副连击都 OK， 反正彗星不用就是了啦。巨大化的话，我知道巨大化的卡面从那个爱里面砰的出来，也是 OK 的，有高确率彗星。那么这一次因为是跟好友借来使用的关系，所以是不完成形态啦，150加170 320%，所以就不选择特别的难关，就全球活动新的人间的意志这样子，愿望之力队伍啦，对，然后两个巨大化比克跟这个，对，然后就直接 Let's go， 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哦呀，这个顺会不是太理想喂，妈妈，不管怎么样都是得要开场先啊。毕竟是大奖，当然这样子的话，我让悟空移过去好了，让悟空移过去好了，因为原本就是打算让悟空跟他做搭配嘛。等一下，下一个回合大家的眼睛就要准备好了。啊哈哈哈哈！哦，后面只有打一下，有一点麻烦，不过算了。对。先开一个危险吧，这个是绝对要的，因为队伍不够猛。14万、16万、15万。さあ、こう。次はこっち。最後、最後。これです。啊，这边应该是不怎么重要了哦，看过就算。嗨，60%的回避，我、哦、靠，不回避，不过还好有40%的减伤再加卡多，31万，哇、哦，好痛！下一轮大家不只是可以看登场动画，还可以看他的巨大化了。呀，おもろい，マジでおもろい。而且这个也是可以给它运用一下，在那个 Zack 双人的那个刺珠方面也是可以运用到，等下大家看一下啦。嗨，哦，萨斯嘎，哦，萨斯嘎机长，再 Q 机长，只有中确率的回避力喂，要秀。
是啊，我们的卡梅哈梅哈。不过下一轮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那个宇宙神成篇的角色，好可惜哦，不然他就可以四连必杀，有机会四连。哎，没有，没有机会哦，因为血量被压下去了。来啦，哎呀，靠，竟然是这个危险。オス、オラゴク。で、咲かせましょう、響かせましょう、愛と勝利の歌を、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。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。はい、え、非常棒。停、停、ストップ、ストップ。够了，やめよう。哦，マジ？ OK。然后，因为可以巨大化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就顺便啊，最大化来利用这个双人的这一个，我们洗一下眼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点，不要，可是我就知道，我刚才算错了，啊不过也是啊，也是要变身过后才有用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就先十颗珠，也是好了，也是好了。然后六颗珠，接着，来啦，继续辣眼睛吧。其实很棒哎，这边的 BGM。撤开！超撤开！那你可嘞？哦，索罗西达，この力を。OK。这个在这种短期战上面的运用呢，如果对我 OK 的话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然后它自身有那个高确立彗星，即使是被克数了，也算是可以造成一定值的输出了，所以是还蛮不错。然后23点还是22点的连击，就请你好好发挥吧，李布里安。对，啊靠，连击一个普攻，不过哎，他的彗星都有触发，还不错，火力至少就是有展现了一点点啦。而且这边是属于不完全战队了，啊！刺我嘴炮，哦吼！ま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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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続くこの展開の姿見ましょう。これは最強。すごいの姿。で、275万。オラ！哦，然后还有206万哦，来了，爱的铁拳，赐我爱的小铁拳，小铁拳要捶你的小胸口，突然开始聊表示承受不起，哦，来感谢你回心 ，no， 哦 ，OK。OK， 然后最后这样 OK， 这边就完结了，这边就完结了，没有了。哦莫瑞，就哦莫西瑞，超有趣的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大特直接被干到变身了，马上就变身了，哦，超好笑。哦呀，这个样子哦，嗯。我想一下哦，这个样好了啦。九颗珠应该是 all right。然后这边就13颗珠，我看一下哦，现在的状态是17万。
那么是三颗珠下去，哎，又可以回到蛮多的血，哎，老实说还蛮不错哎，讲真。这边来讲的话，因为我主要是怕这一位受不起了，所以就我再开多一个快速龙吧，因为这边主要是不想死嘛，我们好好的玩过去好了。嗯，对。嗨。然后在这个没有宇宙生存篇659万，妈索哥索哥，哇，320%的队长机下 ，OK 了啦，还砰！啊，这个赤血还是回不到66%以上啊，有点小可惜哦。1 2 3 1 2 3 4 5 6啊，才60%，60%。如果66%，因为它是攻击时啦吼，所以就是回合开始时血量不到位，可是赤足回血啦吼，回上去过后也是 OK 的。好可惜，我这边回到不够给力。嗨，哎，增加能力增加 ，OK， 这边就不重要了，我们待过就好。然后轮到比克诞生。等下比克如果真的转回去的话，又可以再巨大化多一次。其实愿望之力来讲的话，有两个巨大化的话，算是还蛮 OK 用。嗯，对，这边的话可以这么个样子，哎，六颗比克啊，比克都这个样子啊，讲就是多一点吧，多一点吧。嗯，再来多一个 Wiz 吧，75%的减伤保持啦，哎，23万，30万，对。嗨，杀得到449。马其亚队员因为队长技都不到位啦，所以都偏弱一些些，不过就没关系啦。嗯，嗨，莫多，哎，没有了，然后轮到皮克罗桑。杀对549万，有六。比克罗罗真的是很猛，超爱。那么不会吧？必杀如果是开在龟仙人身上，我都承受得住你鬼。不过等下三回合内啦吼，他都是可以回血，那还不错啦。哎，不是转猪，转直接转大猪，然后这边再转回来。哎，哦，就这样子结束了。哦吼哦吼吼！哎，大家这个珠子啦哈，真的是很好吃，有没有？随便随便呐、啊，就71点了。哎，到口气八颗，嗯，应该是足够，它没有一定是要这都。嗯，他没有一定要吃什么猪，属性猪有到就可以了。然后剩下，哎，这样子的话，66%的彗星启动，然后在这一边有3条连接，87点了，实在有够快。而且三回合，一二啊，没有了，这边一定要丢掉，一定要丢下去了。那么就看一下可以丢多少呗。这个就是巨大化上面配合悟空的元气的运用法之一，很爽一下。然后因为李布里安会转那个自己转组的关系啦，所以搭配起来了哈，在愿望之力队其实就会更加的舒服了。嗯，然后这边的防御力也是有点低，所以这个就开下去吧。然后下一轮真的是被干挂掉的话，那么就随意吧。对，反正就各种的那种战，就是战术可以，战术层面也是用到的啦。然后剩下的也不怎么重要的。杀，对，三发必杀的可能性。诺波瓦里嘎纳，对，哎，728万，有。不过里布里安这一边暂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角色跟他做连接啦，就看后续的对位有没有比较理想的。啥？659万，三条连接，大概这个就是上限的吧。
WD 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这边血量66趴以上，然后再加上有宇宙生存篇最大释放的必杀可能性啊，咚 ！Alright， 我们不要想那么多来看的话，其实动画真的是做到很精致啊，就这个顺畅啊这些，我这真的是到底是花了多少心思在这个上面啊？这配合刚才喊的那个可以说是年度最强的那个主动 TBGM 之一。赛有够夸哦、oh, ，OK， 那、啊、这个防御力就说够说够，没有到特别，大概就是那个位置吧。不过就硬了，反正配合减伤道具嘛。嗯，对。剩下的话就收尾，把它给收掉，这样子就搞定。是啊。自发必杀，嗯，这张里布利安，假设自己有抽到的话，然后不以打快为主啦，把它放在这一个队伍内，嗯，应该是有搞头吧，只是单纯坐在三号位来使用，就是他的转注能力，因为他一转就转一大片，其实还蛮棒的。尤其讲像这种转期战，如果一开始然后假设就像刚才这样子，血量被压到50%以下 ，Zek 双人可以直接进入 Standby Skill， 那么这边就有大量的柱子可以一次过吃，像刚刚大家看得到的表现这样子，那边才吃三个回合就80多颗柱了，多么的夸张！哦，这边的话，就。大概这边就解决战斗了吧，解决不了的话也没关系。1K， 嗨，对 ，Cool， 嗯，然后这个样子，那这边的主动器就不开了，我们这个样子，哎，打完就算，哎，打完就算，320%的队长记下也可以到这样子状态，也还不错，毕竟是可以用到这么多道具的，嗯。那么剩下就是看我们的这些帅哥发挥，好的，一个子，哦，所以连击啊，连了个普攻，但是有没有彗星呢？没有，没有就算了，427万。啊、这张现在是开了两路了，这个改悟空、啊、真的是还蛮爽的。之后找机会、哦、拿出来让他全力发挥一下，因为这边他发挥不全、啊、就只是来打酱油罢了。这边真的是出来打酱油罢了。之后有机会让他就可能全力发挥一下，找个机会。来一发，马多。525，奇怪，这张应该是打够那个什么了吧？连接差的情况下，好惨哦，火力完全不全。嗯嗯，拉倒。对，好了，ここで解决。哎，错了，我应该让这个里布里安他们打一号位才是的。嗯，我重新进来一下，重新进来一下。OK， 这边就最后一回合了嘛，当然就是让他去打一号位解决敌人啦、啊。哎嘿，这个样子。然后现在的防御力，然后刚才没有特别讲到， 17.5 万再乘以 2.22， 然后他超必杀是 1.5 嘛，那么就有58万多起头，然后后面的连击每一次都是更高啦，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状态啦。嗯 ，OK， alright， 对。那么这边就收尾吧，606万 ，Alright， 算是以能力来讲，或者就是功能性来说，还可以的一张卡。可是，就当然很多人是不太喜欢他的那个样式啦。然后他两个连击都是靠着那个确立性啊，就比较麻烦一点啊。这边可能会被，哎，我靠！啊，这个就是负回避的地方，直接回避掉 ，zero damage。对，我们的 Goku 收尾，啥？失踪了，宇宙生存篇要说火力，
还是得靠我们的接王权啊。不过这边还没叠满被动，死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，要修。やめろ。OK。哦啊啊啊啊！那算了，后面这边其实真的是没什么东西了喂，就解决掉它吧。那你，哦，しまいだ。对，ピコロさん、再 Q。320趴队长技连接不怎么样的情况下，哎，被打一个60多万，还6万多，还行啊，比克。まだまだいける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张利布利安三人组啦，他们在这样目前状态的下面的那个情况啦，队长技现在是不怎么给力啦，所以就感觉好像火力啊防御都不是很漂亮。可是如果你是让到他去200趴，然后主要啦还是他的那个功能运用啦，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啦，他的巨大化啊，他的转租能力啊，那些真的是很强，那些真的是很强，不得不说啦，不得不说真的是很强，嗯，他的好用点啦。 OK 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